对于这次的汤姆斯杯，你的个人目标是什么呢？我个人目标，自己目标就是，只要到我就尽量把这一分去啃下来吧，就是永不放弃吧，Thank you and congratulations. 谢谢和恭谢谢喜你。谢谢。